上发国际，就是代表咱是中华。啊，中华伊伫要安怎进入到迄内底？你知无？上书的人，伊是对根本上的亲。咱下中下书的人是对，比这延延续，比这断延上是咱中华人。比这法律内底讲究，依法坚持讲究。哪个中下书哪个有依法坚持？听着道理了，无你那边老师在做，听他不听他在操练。对人懂这种，那就让人懂这种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做那个生意也无办法。啊，是后壁咱来讲，要通分一个人哦，后壁通做一个小生啦，啊，是讲要通做一个啥货，咱有迄个法，因为有学，交咱上读册、读书、读书，因为有学过足多，了，你学面专业的。啊，你小学来考试书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你小学要从后壁上课，你先考书，因为咱用法本书，咱读太深，咱看太深，咱清清楚楚啊。所以内面遐边一少，但是读书无保证，读捌读侪无得，伊较无保证，讲伊就着犯法。伊嘛是有道理，法律的边缘内底，甚至因为伊依法犯法，因为捌读无好样个。但是伫咱内在，咱即款想个过程，咱拢是真正一定是道是伫顶内底。文化了后，真正就是讲买道是，毋是文化了做咱一个义务，这个重要。其实是用，因为伊对内在真实显露出来，款真实属于本来固有的物件，迄个才是咱真实物件。好，阿伟呢？咱拢只是大义先人，前人啊，拢是咱平平先人，咱过去祖先因的结合后生的行路呢。还有咱所有的，咱现在点点滴滴是用过去先人祖先点点滴滴留来，咱大义已经来得，所以咱现在靠咱先发展。啊，唔是啦，讲艺术史话，拢拢好看，拢无当当拢无，当无拢无，是煞大拢拢无，咱也叫上严肃一些啦，唔好看。反正这几天啊，伊开教电脑开会，全部世界各国大拢看，你上山，你学什么，有什么资料，有什么资料拢看，你看啥无啥，当然看咱底个东西。但是我代表这几天发表评论啦，但也无代表这几天是无法无论，是办起来是啦。好，那么底下来这当然是爱观观观的。这样，铁板小兵讲，我单